你七上门来，逼着我姐姐要接纳你这不为姑父所容之人，你这是陷我姐姐于不孝，以惊扰于父，上下鸡飞狗跳，人指点，这是陷我姐姐于不义。你张口闭口主母妾室，这是辱我姐姐清白。你空口白牙、血口翻章，就想要毁我姐姐一生，你究竟是与余家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与顾家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姑娘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住口！要么自己滚出去，要么让他们把你捆了丢出去。你是顾家的人？不是。那就是外头的人。是。父母兄弟是谁？家住在哪里？父母亡故的早。只有一个胞兄，相依为命，后来也去世了。那在世的时候是做什么营生？在码头里搬搬扛扛的。那也是正经营生了。是。他那一会儿究竟有什么农场事？那即使在码头做活，与六喜班又有什么干系呢？我哥哥在世的时候，在那边打过杂。你呢？我在那边也唱过，只唱过几日。我姐姐做不了你这身份的主，你自去求顾家吧。顾家嫌我出身低，不肯容纳我，我也是没法子了，想求姑娘可怜，容我一条生路。你明知道顾府不容纳你，却来逼我姐姐，这还没过门呢，你就让我姐姐先忤逆长辈了，你真是好心计啊。姑娘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我的命就握在姑娘的手中啊。令姐日后过了门，我与令姐共侍一夫，定会恭敬从命。什么过门？什么共侍一夫？无媒无聘，我姐姐与顾家有什么相干的？你口出秽言，污蔑我姐姐清白。我只想请你们余家给我一条生路，非把我逼上绝路是吧？好。那今日我便死在这儿，以证清白。放开我，让我死在这儿算了，我就死在这儿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就死在这儿。你明明可以嫁给寻常人家，安安稳稳过一生，却偏偏要做豪门外室。既做了这外室，那也是你心甘情愿的。你又在这儿寻死觅活的做给谁看？男人或许喜欢你这样的，可是这后院谁看不出来你以弱凌强，强似教区无家人，前前后后两套皮子的这套招法。姑娘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血口喷人的难道不是你吗？你七上门来，逼着我姐姐要接纳你这不为姑父所容之人，你这是陷我姐姐于不孝，以惊扰于父，上下鸡飞狗跳，人指点，这是陷我姐姐于不义。你张口闭口主母妾室，这是辱我姐姐清白。你空口白牙，血口翻章，就想要毁我姐姐一生。你究竟是与余家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与顾家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姑娘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住口！要么自己滚出去，要么让他们把你捆了丢出去，你自己选一条路吧。
是你家六丫头侠义之心，我那傻乎乎的孙女儿恐怕早被你贱人囫囵吃了。哼，这丫头被我宠坏了，在你家蛮横霸道，你很该把她打出去。没把你家跟顾家的亲事搅和了吧？顾家？谁是顾家？我听都没听。我家嫣然早已经和我们老家许州的一个孩子指腹为婚了，只是那孩子前几年他母亲走了，所以嫣然才在汴京耽搁着。现在好了，这孩子他也过了孝了，过几天我和我那老头子就回老家去，看着他们成了亲，我这心事也就了了。这几日家事管得怎么样啊？大娘子管得很好，账目清晰，收支有度。我不过是萧规曹随，跟着大娘子做些惯例的事情，但也学了不少东西呢。嗯，管家几日，倒把脾气管上来了。在自己院子里得忍着，倒去别人家唱了大戏。祖母说的是，是孙女太宣扬了。是真心认错吗？其实不是。那就说说你的真心话。孙女心里盘算着，有些事儿看着很平安，其实凶险得很；有些事儿呢，看着很凶险，其实倒是很平安。那女子以为我是余家的女儿，日后再无碰面之日，认不得我，这是其一。此事实在不光彩，余家不但不会大肆宣扬，反而瞒得紧紧实实，我也不会暴露，这是其二。老太师不日就折回许州了，这事就更被湮灭了，这是其三。所以孙女这才炸着胆子做了。说到底，这是余家自己的事情，你替他出头，万一传出去，你是泥菩萨保金菩萨，害的是你自己呀。孙女知道这事儿于己不利，虽说是女子，要谨言慎行，不落半点口实，才能安稳一生。可孙女瞧着这事儿，吃不下，忍不了。孙女不能高高坐钓鱼台，眼睁睁地看着嫣然姐姐因为太贤淑、太温柔，而被人活活逼到火坑里烧死，这不是良善的人该有的下场。你不光是为你嫣然姐姐出头，也是在为你自己出头。你是怕日后会遇到和嫣然姐姐同样的这种事情。嫣然姐姐是名门嫡女，尚且都朝不保夕，我又……只要我在一日，绝没有这一天。姑娘，嫣然姐姐已经走远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姑娘不高兴了，哄她开心点。姑娘，左街有家铺子新出了个点心，叫做蜜福苏奈花，我从来没吃过，咱们尝了再回去吧。真好吃。你这究竟是哄姑娘开心，哄你自己开心啊？那姑娘高兴我就高兴，姑娘喜欢的我也喜欢。只要是吃口吃的，没瞧着你不喜欢。哎，姑娘，咱们屋里的那些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呀？
再等等吧。灶台热了才能烧饭，现在灶台凉着，就算是放了粽子也烧不来黄粱。我也算是帮过你母亲，你谢我那对护膝还在我家里头搁着，但我自认为从未施恩邪报，全了你家哥哥和我的情谊，可你呢，却恩将仇报，搅黄了我的婚事，毁了我的姻缘，这是为何呀？去剥些莲子，路上带着吃。姑娘，快去。凶宝宝。